我们这个先把角色讲完。等一下，现在讲到朱桓嘛，吼。那再也是陆抗了。OK。他这边有怒车护卫，管车怒车，我们重点摆竞技，哎，他可以扫荡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他是直接买的，那竞技场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这个可以跳，然后经济商店嘛，哎，就这样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是一键升级吗？好像我现在在练貂蝉。我可以快速升级。